黑大帅法力全失，与灰太狼一起躲在山谷里暂避，而喜羊羊他们分别在山谷口守着。本以为这样可以歼灭黑大帅，谁知却因为懒羊羊与潇洒哥的疏忽，让黑大帅与灰太狼逃跑了。慢羊羊非常生气，只好借助道具追赶。这回黑大帅和灰太狼能否逃脱呢？喜羊羊他们又能否成功捉住他们呢？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古古怪界大作战第25集。这速度太慢了，怎么能追上黑大帅呢？我们的速度够快了，实际上太快了。村长，您又晕车了。大家看呐，那不是黑大帅吗？照这样的速度，天黑的时候就能追上他了。不行，现在就得追上黑大帅，加速！蛋蛋，蛋蛋，你说这个不是加速的按钮？蛋蛋蛋蛋，你这个不完整的蛋，你懂什么？我说是这个按钮。蛋蛋蛋蛋，看你们干的好事，现在满意了吧？蛋蛋，你这个不完整的蛋，打我的小报告。我画个圈圈诅咒你。村长，你看，完了，这下真的追不上黑大帅了。这个家伙跑得可真有精神哦。逃亡的日子可真难熬啊。红太狼，你的救兵什么时候来呀？各位老大，千万不要停啊。表妹，我们已经伤痕累累，你还敢耍我们呢？表哥，你误会了，我这可全是为了你们呢。草原上已经没有小飞羊了，小羊呢全在下面，只要挖开通往下面的路，想怎么吃小飞羊就可以怎么吃了，你们明白了吗？想想小飞羊的味道，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呀。这是什么呀？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我们挖到喷泉了？哎，点个火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变态的仙人掌，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村长，我快要中暑了。是啊，村长，你不说我们往北走，天气会越寒冷的吗？怎么现在都反过来了呀？这个问题嘛，先知识可以回答你们的。因为我们现在处在地球的南半球的一边，我们越往北走只会更加热的。村长，那准备的东西？没用的东西扔了吧。衣服呢？扔掉。热水袋呢？扔掉。火锅汤料呢？火锅汤料我喜欢。不知道喜羊羊他们那边情况怎么样了。好冷呀！
向阳，极限骆驼不愿走了。原来他比我还怕冷啊！哈，有办法了。你不用怕，你看到的只是幻境。我说谎，胆小鬼。我们小羊是会保护你的。说谎！臭小子，给我回来！喜羊羊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喜羊羊，我们还要追。我们真的要继续追吗？哈，就像骆驼所说，我才没那么笨呢。啊，那你背行李干什么呀？往回走啊。等等我。等我呀。等等我呀。懒羊羊呢？这可怎么办呢？用我们的身体给他保暖。用我们的身体给他保暖？没时间了。看你们还怎么追踪我。小嫂，我看你还能不能认出我来了啊？是谁？偷我的锅！混蛋，偷我的锅！偷瓜贼！敢说我是贼？砍飞碟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偷瓜贼不许走！跑到哪里去了？别管那么多了，挨家挨户的搜。别跑，站住！哈哈，想抓我没那么容易。大家注意了，黑大帅很有可能躲在这个集市里。大家不用担心，黑大帅现在已经失去法力了。同学们，我们拿起武器搜捕黑大帅吧。蛋蛋，哈哈哈哈！小宝宝，我来了！哎呀！麻烦你们帮我拿一下，我再去买点别的东西。
摘西瓜就当是感谢你们的。我有种感觉，校嫂哥你这么做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。逃火贼，看你往哪儿跑，给我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看你往哪儿跑！谁是逃火贼呀？你！现在人赃并获，你还想抵赖吗？说那么多干什么？揍他一顿吧！对！我什么时候偷瓜了？拿来！我没有偷啊！我们到底要不要救他们？放心，别跑！站住！都怪你，小杂哥，想不到你竟然是这种蛋！偷来的东西当酬谢我们了，太不像话了！对，这样做不好的。讨厌，画个圈圈诅咒你们。